F 人气成员安宇珍近日在综艺节目中淡妆的模样，引发了网友与粉丝的讨论。出外景拍摄时的安宇珍随心让头发披散在肩膀，穿着舒适的黑色短袖 T， 在微风吹拂之下尽显美貌，充满了邻家少女的氛围。而造型师偏好帮安宇珍绑起单丸子头的发型，显得清纯可爱，广受好评。安宇珍自身天然的个性在节目中也圈粉无数，让观众表示本来不知道安宇珍是偶像，还以为是演员，真的太漂亮了，又很自然，淡妆非常明朗健康，有她在整个气氛就很好。粉丝也纷纷夸赞好可爱，跟出道前一模一样，舞台上的概念比较成熟，展现了不同的面貌，但安宇珍的天然美感是难以取代的个人魅力。